是露露。哎，大家好吗？我是秘密。大家好吗？我是你们的长脸。掌声不用多，只要一点点。我跟你说啊，长脸啊，搁往期节目你这么说都行。你知道现在网上有好多网友都在那讨论，说你这开场白怎么千年不变啊？啊，对呀。所以我觉得以后你再开场，特别是今天啊，咱得换一个，再换成是掌声不能少，呐喊加喊好。啊！哎，我要是换这句，网友能骂死我，你信吗？怎么呢？但是我跟你说，今天没有变呢，还是我们可爱的观众在那坐着，对不对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对呀，但太阳变了。啊，现在是下碗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因为今天的嘉宾不一样。刚才大屏幕大家不知道关注到了没有，写的是明星转起来，南北笑星。喜乐会，今天是南北笑星齐聚转起来的舞台。没错没错，在我们的舞台上，他们要摆开擂台，一决高低，南北笑星大对抗。啊，听你们这么一说，这是要改武打片了，是不是？华山论剑啊，你们要写武侠小说吗？哎，你别说，你这话家还真说着了，跟武侠有点关系。这《天龙八部》里不说吗？这个。北乔峰南慕容，其实咱们在笑坛上也分为南北两派。我们分，你看北边就是赵本山，南边就是周星驰。那今天两大门派的高手都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啊，把南北两派笑星全部请到现场，阵容相当的强大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，首先有请我们北派笑星隆重登场。也是今天我们北派明星的代表。你可拉倒吧，这是什么代表啊？这是四朵金花啊，这是。咱们啊，得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四位北派笑星代表啊。首先欢迎著名二人转演员张小飞。欢迎。好朋友们，祝朋友们出门提醒到，尽早来钱到，在家打麻将，自捞不点炮呀。这一套一套的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著名二人转演员胖丫儿。大家好，祝大家伙吉祥。您吉祥啊，太喜庆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杨斌，也是非常著名的二人转演员，深受我们观众的喜爱。祝你们幸福。有你我们会幸福的。最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二人转演员刘晓光。那个大家生日快乐 ，Happy New Year 啊！不愧是北派的明星，在现场多火爆。我看到你，我想起过万圣节了啊！你说你怎么这么个打扮？人家都能看出来。媒婆，对，新郎新娘子，你这是这是？我这他俩结婚完了，搭个丫鬟。你是这玩意儿还得往外搭了？你是女孩啊？不是啊，我那什么，我矿场俺们在一块休息也行，我说是不是？他俩是两口子，我主要是卖单的。请问你这个丫鬟是叫春丽不？不是我叫春红。他好像立春，他好像。好，他们呢就组成了我们今天北派的笑星代表团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有请出南派笑星闪亮登场。
停停停！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狮吼功可以了啊！来，等一下，哇！不是，您还让不让我们观众朋友睡觉了？这大晚上的啊！醒醒啊！来，醒醒各位啊！为大家隆重的来介绍这位狮吼功的专家啊，著名的笑星，著名的武打明星袁秋老师。两位观众，你们好啊！你说什么啊？辽宁的观众，你们好。刚才给我影上了啊！是吗？我一看到您，我这现在想交房租啊，包租婆的形象非常深入人心。你欠我多少钱房钱？不是我，我那什么，我这期节目做完，他们给我钱，我就给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现在有几层楼不用交租，你自住的？啊，不，现在这个房价还是租比较划算啊。再次欢迎您，谢谢。